是吧？它有东西，你上面。这是我上面用。不是。不是。跟那没关系。我上面搞耳膜的。哦，你没病，这是戴耳膜。儿童这玩意儿还大线厚，我那有装修了，线厚有人整。套上了吧？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这个这个大，这个这个弄大。还有啥人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就整好了。刚施工是多少天？嗯，你要不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也是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弄不动。弄不动。太麻烦，有的一个人抱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上着药，你不能跑。洗头洗澡，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。堵嘛，就咬字儿呗。咬字袋儿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。哦。堵上它，别让它紧动就行。哦。你这有药吗？有。喝着。叫两分儿吧。那么两大摊东西哈，就是血大的似的，对，是吧？他不闹着都闹着，不是，我好像干嘛我写个耳朵，你想这写个东西，这个豆得读多少字才能？